们先把这两个炉子拆掉。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轴承坏的支撑把它取掉，剩下两个把它取掉，然后现在把好的放上去。好的话，这个平面，注意一下这个平面。我们轴承是这样的上去的，如果说这样的上去的话，很卡的，是这样的。放上去，然后上面是这样子的。这样的一个平面。现在把它顶平，好，之后我们左右转动五六下，左右转动五六下。然后再把这个垫面，这个防风垫面也拆。如果没有套筒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三十六的那个扳手，三十六的。